能不能先别翻呀、啊？你们真的是，能翻翻点有用的。哦，朋友们，哎，本案确实疑点重重。哦。虽然我刚刚抵达酒店，好像有不在场的证明啊，但是因为你们描述有一个黑影什么什么飘过，所以呢也讲不清楚，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撇清嫌疑。他们都是。那么今天呢就会呈现一个无侦探的状态。我吗？我。哎，无侦探，谢谢无侦探，来，知道知道，谢谢谢谢。你跟排名最后的啊，闭麦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退下。因为我刚才这个眼睛比较尖，我发现了在案发现场的这个板板，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念一下。好。但不代表我是本案的侦探，好吗？好。好。现在是 MZ 2022年4月28日20:20，在玫瑰酒店发生一起命案。死者是英吹四挺书店的老板萨德巴，男，40岁，被发现的时候是面部朝下趴在地上，背部腰间插着一把刀，伤口及周围有少量血迹，目前死因尚不明。